GIFK 一道沟报社破门，捷克门将毫无反应。北京时间3月23日晚，中国杯半决赛乌拉圭迎战捷克，比赛第37分钟，乌拉圭后场长传，南德斯头球做球，卡瓦尼凌空倒钩，敲开帕夫伦卡十指关，乌拉圭2-0。捷克，再来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个进球。